好好，Hello，欢迎来到战斗的直播，哈哈哈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战斗，哈哈哈。Hello，我们战斗已经是第二次来跟我们的快手的用户来见面了，是不是？是有没有的。很多想聊的话题，还有包括我们想尝试的事情呢？今天也都会在直播中呢，给大家一一的来尝试，好不好好？的，那多我多聊们，聊，对，我们可以来，今天主要来跟大家聊聊天。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还是一样，会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送出一些福利哈。然后我们的福利呢，具体可以在赞多刚刚发出的一条预告视频里面，咱们评论前三位的小伙伴们即将获得我们赞多的签名照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踊跃评论，包括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，给更多人来看到哈。那我们今天先来聊一聊那个咱们一些热场的问题，然后把那个观众们都先再等一等，他们来进直播间好不好？好，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嘛，对不对？是的，然后虽然迟到了，但还是迟到的祝你一下生日快乐。然后有什么可以说的生日愿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吗？可以说的，秘密啊，秘密，都不能说 吗？是啊，因为我都不能说呀，对呀，我的愿望你不的能愿说，望，对，大家秘可以密期待一下。我觉得有没有哪方面的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？比如啊，说方哪？面的话。健康，还有 Into One 加油的那种吧。可以，咱好。们身体确实在目前情况下，大家身体和健康非常的重要，大是家一定的，要注意。对，大家小心一点，对，然最近后，特别，然后我们 Into One 还包括给我们 Into One 许的愿望，是吧？是祝大家越来越好。可以分享一下，就是你生日收到的最特别的礼物是什么吗？最特别的礼物是。很多人给我礼物，但是对我来说最喜欢开心的礼物是生日的那个12点的时候和 Into One 一起在工作，是对我来说特别开心的时间吧，因为我喜欢 Into One 和一起的工作的时候，然后他们也祝他生日快乐，这样。然后准备蛋糕，然后吃蛋糕，然后再工作，继续再工作的，所以特别好。哦，现在我们的直播已经冲到了咱们北京和全国榜第一名啊，非常的棒，就是代表大家来看你的人非常的多。谢谢，不愧是第二次直播了，人气非常的足。谢谢，那看到你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舞蹈的视频嘛，想分享，然后在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瞬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是的，那个拍视频的时候是我准备很多东西，但是比如内容，那个舞蹈视频的内容呀，什么什么，还有，就是自己拍舞蹈视频，所以化妆也自己，然后拍摄啊，自己的镜头也带，然后其他的东西也带，所以很多次我忘了。那怎么说呢？普通的东西，比如那个啊，今天也我忘了化妆的宝，我的宝宝，没有，我忘了。还有最近啊，我忘了什么呢？很多很多，我带20这样东西是很容易忘的，因为其他的啊，这个需要，这个需要，这个需要，这个这个，然后我的脑子是很集中那个舞蹈视频的内容吧，所以。这样，对，就是在拍舞蹈视频的过程中非常的专注，所以会导致经常忘掉一些东西。对的，那是不充电是？宝这样东对，西，经常会忘记东西。那也说明你跳的这个舞蹈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的全神贯注嘛，所以才会忘记的。因为舞蹈也是非常就是需要你的身体和脑子都配合是的的，一个运动。所以我最近买新的三次买新的充电宝，已因经为三次买新的充对电宝了。忘了。不能再忘记了这个。是的，所以我的家里很多重点的线。然后，因为你分享了很多自己的舞蹈视频嘛，那以后还会多尝试一些这种类型的视频吗？有，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还看到有的，对不对？很多。哦，那来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没了，哈，OK。
好，可能是一些特别喜欢的观众给你送出来的一些礼物的特效，对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关掉，然后就是看就好了。嗯，然后说到这个视频嘛，然后正好今天呢，因为我们其实，在站内呢做了一些征集，然后想要说正好春天到了，然后大家可以来吃吃水果啊，或者说我们一起来放松放松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在站内征集了一些想要让你做 DIY 水果捞的这样一个水果的品种，然后我们接到了非常非常多粉丝的这个投稿，然后我来把我们站内投稿的前5名放到你的面前，好，谢谢。你要不要先猜一下前5是什么水果？这个是用来制算作的了，酸奶，是啊，你觉得对？草莓草是莓，吗？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一共5种，你可以先猜一下，大家会给你选择哪五种？，mango，芒果，是吗？你再猜，一共5个，你可以猜5种。五个草莓，西瓜，西瓜，西瓜，还有什么？berry，那个berry，不是蓝莓，对，蓝蓝莓，莓，蓝莓好，我喜欢蓝莓。还有什么？banana，香蕉。香蕉，好，来看一下命中率是什么？那我只能说，我们粉丝朋友们，观众朋友们，很多这个投稿可能还不是太了解你，但是确实也有2个是命中了的。咱们看，首先是香蕉，要说明的是，香蕉比较在这个天气里比较容易氧化，不是它坏掉的原因，所以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看起来那个有一点点黑，但是都是很新鲜的水果。对，这个可能是观众朋友想让你尝试一下橙子。橙子和酸奶吗？啊，但好记吧，然后还有苹果，苹果和酸奶，好记吧。你可以尝试一下，就是到时候你可以按你的喜好来直接吃，或者是放入这个我忘了那个什么名字呢？火龙，对，火龙果。火龙果。你会爱吃火龙果吗？那好吃。然后还有最后一个，西瓜。然后还有我们水果捞会用到一些坚果，你可以自己看着加进去。可以给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。好，我平时没有那么很多次吃水果的，你自己没有那么多次爱是吃。的，然后正好到了春天嘛，可能大家就是想说来吃一点甜甜的，然后很清爽的水果，这样有一种进入了这个逐渐要热起来这个天气里面。好要是你，banana 自己喜的话，会欢，怎么制作呢？因为它是要就是都倒进去制作的嘛，就是你自己会想要一个怎么样的配比，baby。就是比例和想要放哪几种。我喜欢这个坚果的。坚果，那个 nuts，坚果，坚果，这个我尝试。所以其实，哎，但你是直接干吃，不是放进去的概念，是吗？翻开吃吧。对，可以试一下放进去。如果你自己很爱，直接吃也可以。虽然水果捞一般是指就是把水果和坚果都放进酸奶里吃的这种方法，可以尝试一下。你之前会这样吃吗？不会吗？姐，好的，还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第一次尝试。对，酸奶，好的，吃饱了，这么快就已经吃饱了？刚刚我吃了晚餐，所以吃饱了，对，吃了一些晚餐。这里有勺子，如果要喝的话，可能方便一开始，点。然后你可以就是一边来享受这些水果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边再来进行一些问答，然后我们也可以跟弹幕的粉丝互动一下，就是你看看有没有你想，就是有没有那个想要问赞助的问题，我们观众可以把它扣在屏幕上，观众看到了之后啊，会跟大家互动的。然后我我们读一也来，下，好，大可家都爱，在问你怎么把水果捞，就是吃成自了由单个互品动，种的水果。是的。水果好吃，也是。
OK，好，我们也今来，天我想和你们一起多多聊天，对，多聊一些。多聊些。Stop，别放，好，OK，开始，来，大家可以把问题聊。都在弹幕上多多的抠出来哦。大家都在关心你刚刚说晚饭吃了什么。汉堡包，自己喜欢汉堡包。然后这样比较工作很多的时候是汉堡包是很方便吧？啪啪啪啪啪，然后已经饱了，吃饱了，很容易吃饱了，所以我喜欢汉堡包。这样肉的，很多肉的汉堡包我喜欢。还有呢？还有鸡肉。大家问你滑板练得怎么样？这个吗？特别好。我现在这样，我帮是有一点点挑，这样挑起来。那有的时候这样可以的，但是有的时候不要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发视频吧，发快手。对，我们期待一下，赞多把自己的练习滑板的视频也可以会在后面逐渐跟大家分享，大家一定要锁定赞多的账号，多多啊，点赞关注，对不对？是的，那除了滑板之外，平时会进行一些健身的那种运动吗？什么？就是除了滑板之外，还有哪些健身或者运动你会比较喜运欢？动，最近没有那么运动了，卷积，boom boom，你们分还享一有下。啊，倒立，倒立，倒立我算是一种小的什么样时的运候动？也喜欢，一直倒立，然后我一个手也可以的，所以我学习中文是这样，用手机也这样。我小的时候也有考试吧，是高中的时候，考试的时候是。一直这样，30分钟这样，然后学习。所以倒立的时候还可以把手腾出来写字。哇，真的非常厉害！我觉得你也可以有我的机会妈妈把这个知视道，频也分享出来。可以啊。对，大家都说你很厉害，然后很想看你分享的视频。我的妈妈是已经习惯了这样，我的这样要样子，这样的样子。上杠是吗？对，他们都说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可以呀，那拍吧。可以，我们来期待后面。好。那刚刚也说了吃嘛，对吧？就你今天吃了汉堡，也吃了水果。那平是。常你会就是刻意的去控制饮食吗？就或者是专门吃一些很低热量的？不喜欢，不喜欢，我不想吃的东西的压力，所以呢，我想吃的东西吃，然后。如果有一点胖的感觉的话，多多运动是吧？这是我的减肥的方向。我觉得想吃的时候吃吧，这样感觉对，是吧？所以不想减肥，所以不能吃，这样感觉是我不喜欢，所以吃，然后运动是健康。对，我们，Yes。因为马上春天和夏天要到了，就是露身材的季节快到了嘛，就很多人可能会想要减肥。那我们赞多提倡的方法是，就是你吃的时候不要太有压力和负担，然后多多的靠多运动和多健身来消耗这样的一个热量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刚刚有没有你最爱吃的水果，或者你自己最爱吃的水果是什么？最爱吃的水果是，草莓，芒果，芒果是吧？好的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要记住了，以后要多多点芒果才可以。那你自是的，己，因为马上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春天和冬天的交界嘛，你自己最喜欢的季节是什么时？夏天，夏天。冬天，冬啊，夏天，夏天的话。很热，但是
游泳也可以，或者去海边，是我喜欢吧。还有夏天的话，有很多 party 的感觉吧。所以，夏天喜欢，但是冬天也风景很漂亮，对，然后吃的东西好吃啊，所以冬天也喜欢。都喜欢，四季各 有自一己，年都喜欢，都有自己的特 点。但是夏天，比如说可以游泳，很吸引你；然后冬天的风景很好看，很吸引你。那然后，春天也喜欢哟，那个花花很漂对，亮，花开了。然后咱们最近啊，有没有什么？因为马上春季了嘛，有没有春季就是必入的一些单品可以推荐给大家的？防晒，因为太阳的那个阳光很强吧，所以防晒推荐你。防晒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春防天晒，阳光逐渐但真强的烈。是哦，那个皮肤对皮肤也需要防晒，那这样的话皮肤也很干净，然后没有那么多痘痘。是的，大家在换季的时候，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保护自己的皮肤的。是的，那我们弹幕上也可以继续来把我们的问题刷起来，然后让我们再多来看到你的问题。那也可以分给我们分享一下，你有什么童年趣事吗？什么？童年趣事可以分享一下，有没有这样的？什么？啊，小的时候，我在小的时候是有一点笨蛋的感觉的孩子吧？我的妈妈是很性格呀，比如，我的妹妹是，怎么说？那个比我年纪很大的，所以我是可能34岁的时候，她是很小的 baby，然后妈妈爸爸买了她的睡觉的那种很小的这样 cushion，这是什么？怎么说呢？不是枕头，但是这样的东西，然后 baby 睡觉的地方，然后我是他的care，然后晚安晚安晚安，然后我也睡觉了，我这样睡觉了，我的妹妹的肚子这样，我也睡觉了，这样我的妈妈啊，真的啊，这样很担心，因为她是很小小的时候，对，这样。小时候不小心抱着妹妹睡着了的故对，事，非常的可爱。那你会公开自己手机里那些最新的自拍吗？或者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是什么类型？有的，马上掰，快手吧，好，今天马上掰吧，这个直好，播间休息后掰，马上发吧。那大家可以期待起来了。大家可以把自己想要看到的类型赶紧啊，在评论是区的，抠出来。拍什么？来，什大么家样快的把想，风格？对，大家都想要可爱。这啥？哎呀，你的内心是拒绝可的，是吗？爱，什么？还有，咱们可以看看评论。看了，懂了，是 爱的，OK，是爱的，帅是气爱的的，是舞爱的，蹈，对不对？好，OK。对，评论区有很多过分的要求，也不能乱提啊。我们帅气的舞蹈还是可以期待的。好，那以后会尝试一些密室逃脱类的游戏吗？就你自己，比如说平时周末爱玩什么的，不会吗？你是会害怕那种比较恐怖类的，是吗？你没干过吗？我觉得我还好，不会害怕。下一个的问题，那不鬼回屋答，也不会尝不试用吗？回答，不行。
这是 NG，真的 NG。大家已经掌握了你的弱点，可记住，大家记住，不行啊、哦！好，OK。喜欢，你有没有很喜欢使用的这个 emoji 表情？然后可以给我模仿一个。emoji 喜欢哟、哦，那个，自己的脸的 emoji 你们知道吗？用自己的 emoji，然后做就是 animation，然后自己的脸的 emoji 我经常用，这样，还有什么？这样，还有什么？这样，这样 emoji，其实非常的爱用自己的表情包，是不是？是。他戴那个圣诞老人的帽子，圣诞老人帽，对，正好这跟你的名字是一样的嘛，是的，是有关联的。那正好说到 emoji 表情，我们下面呢就要来进行一个这个 emoji 表情的这个竞猜了。不知道你最近这个猜谜的水准如何？那个在意思的这样吗？对，就是我会给你几个 emoji 表情，你要猜出它的正确答案，好不好？我们来挑战一下，我们来简单好，挑战一下，然后我们的弹幕呢也可以给到大你家一些提怎示。么干吧？对，明白，大家一起看一下。然后我们与此同时呢，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抠出来哦。好，这太容易吧？牛肉面。牛肉面，对不对？非常容易，立刻猜得出来。太难，太容易。好，这我知道。这个好，三你排已经们猜出来了，猜一下，那可以看吗？看我们的评论区有没有人能够猜出来。哦，还没有哦。一个，来，是的，上海，上海。对的，证明，证明。对，大家都在夸你非常的聪明。哦，大家中文很好呀！恭喜我们的评论区获得了三团的中文中文很认进步可。啊！好，知道。牛奶的茶，奶茶，我喜欢。对。有 bubble 的。bubble tea 的奶茶珍珠的奶那种，茶，珍珠奶茶喜欢。这个，可以让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参与。什么？这什么东我们西？的评论区可以来提示一下哦。坏，这是坏吗？还。坏，黄啊，指环王，对，对，对，《指环王》是一部电影。电影，哦，电影的 Low 名字是吗？看来我们的弹幕区猜得非常的快。厉害呀！哦，我知道了，哦，知识哦，谢，是 Low 罗 Low 德 Days。平啊，所以啊，谢，这是中文名字行啊，是的，哇，喜欢什么？中文忘了。什么？这是什么的？怎么的？哎，那个，台北的，有趣的，飘是哒，对，怎么的？金鱼，对，你知道吗？金鱼，金鱼，可以来猜一刚猜是什么？就。干杯！干杯！金你们鱼。评论区有人能够猜出来吗？干杯！北京！哇哦，厉害呀！干杯的金鱼，北京。对，北京。好，后面还有一个，后面还有一个。哎呦，后面还有一
点赞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大家喜要多多的欢来点赞。当 candy 啊？什么？嘟嘟。烫，什么？啊，赞赞糖，棒棒，棒棒糖，棒棒糖，棒棒棒棒的，棒棒糖，那个是这样的糖。对，嗯，很快啊，你们厉害呀，聪明聪大家都在夸你非常的聪明，然后你还反夸了弹幕也非明，嗯，常的聪明，厉害厉对，害。说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跟你都非常的聪明。啊，结束了吗？对，我哎们呀，这个这是好玩呀！还是很好玩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说很明你的好玩。中文水平已经非常的好了，你啊，能谢够，谢。对不对？能够一下子就联想出来。啊，谢谢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OK。来看一看弹幕，也跟弹幕聊一聊，好不好？嗯，嗯，对呀、啊。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厉害来的。扣出来的，咱们有夸奖也可以不用吝啬的都发出来。是。好好好。嗯，脏脏的。嗯，什么什么？中文好棒，谢谢。因为昨天不是下雪了嘛，然后哦，是的，在是北的。京已经看过几场雪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北京很多下雪啊，有还有路上还有雪。今天是3月19，3月19还下有雪。下雪，哇哦，北京厉害，这个天气很厉神奇的害，地方。对，北京很厉害呀、啊，北京是啊，北的方向什么？所以很冷，很冬天是很冷的，对吧？那是今天外面没有那么冷的感觉吧？嗯，下完雪之后，其实今天天气已经放是晴吧？了。天气嗯，很好，今天。都问你堆雪人了吗？昨天问你有没有堆雪人堆雪人是什么意思？雪？Make snowman。啊！我可以游泳啊，我可以走，我和妹妹一起走的日本的时候是，对，她也一起，然后。我的家的蒙古，这样，我做的，他做的，我姐姐做的，这样有三个，这样，啊，是的，下雪天有没有吃一点什么特别的食物？啊，下雪天有没有吃一些特别的食物，比如什有么吗？火这样，锅之类的？啊，热的那对，种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感觉错吃了一顿，错火吃了一顿锅，火锅。嗯。火锅热的，嗯，那昨天但有没有是特别那吃什么？个下雪的时候是想吃冰激凌吧？没有吗？有吧？懂吗意思？那叫看雪，所以当然身体是很冷的，但是想吃冰激凌的感觉，没有吗？哎，没有但人，是他们说他们也有，也有是吧？哎，也有人想吃刨冰。对。对，大家跟你正在分享他们下雪天吃的东西，像烤红嗯，薯，还有什么串串，都有什么？转，没有下雪的时候也知道，对，就是爱吃的东西是不分 时候的。嗯，大家火问锅，你会打雪仗吗？打雪，打雪仗就是用雪球互相攻击，对吧？啊，这样，那个。可以有，但是这个手很冻吧？会手很冻，所以我，喜欢是喜欢，但是没有那么紧张。现在我是24岁，所以呢，没有那么紧张玩的。嗯，小的时候是大家啊，朋友会去啊，嗯，对，那个，大家想要分享一下嗯。跳舞时候有没有什么故事？就是除了比如说经常会忘东西，还有没有什么跳舞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？跳舞的故事，跟练习啊，或者说你编舞相关的、灵感相关的之类的。
不知道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我的鲜花的当然有的东西，这样感觉明白吗？意思这样怎么说呢？今天是啊，第二的一天，不是这样的感觉，对我来说，每天第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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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，但比如吃饭、睡觉这样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没有那么感觉。对，对，就是跳舞对你来说是跟吃饭睡觉一样嗯，日常的，已经是，贯穿你生活中对的一样啊，事所情。以怎么说呢？没有第二的工作的时候，或者没有第二的舞台呀，这样的东西是对我来说很新鲜的感觉，对，所以这样也喜欢。没有第二，但是在舞台的时候是有一点紧张，但是很欣赏的感觉，然后呜，这样感觉吧，还有呢？最近又买什么呢？最近又买什么呢？充电线。还有买什么呢？最近买没有买什么？哎，最近我买什么？真的买什么？最近我买什么？没有吧？哦，洗脸之后的用的机，洗脸巾，洗脸巾买了。你的网购比较倾向于囤这种日常的东西吗？我没有那么想买的东西，紧张。对，而且生日的时候，大家给我很多礼物。对，每天每天，哐哐哐哐哐。三达，你还没睡觉吧？我，哦，什么礼物？这样，对，会有经常有突如其来的礼物之类，都是惊喜。大家让你可以多买点充电宝备着。对，充电宝真的，为什么？还有，哎，我想买的东西没有，衣服、帽子，这样，还有，是，对。大家还在关心你，因为在快手有更新两集你的企划嘛，那特别企划，还问你之后的主题和你之后会什么时候发，他们很关心你的这个更新，很想看。可以啊，想吗？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我觉得对，大家要多多的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你们想要看什么，因为是什更么多样的，的？对，非对。常的也希望得到你们的一个反馈和你们的，对。正向的这些东西，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刷出来。是的。因为我怎么说？我有空的时候，我想拍怪兽呀、拍照呀，什么什么这样的东西吧。但是我没有那么平时看这样 SNS 的东西，所以我不知道流行是什么，现在流行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内容，或者你们想看什么，不知道。所以推荐我，告诉我，那我马上拍。哦，国风，中国风，还没拍呀、这是一个很可以尝试的方向。之前在《风吹啊？沙尘海》的时候有一点点尝试。这是很好呀！我想，中国风的那种衣服呀，等一下，哦，功夫的感觉也可以呀。我想学习。还有呢，现货的 vlog，dog，元气普。还有，唱歌、舞蹈、吉他还没不好，我不是那么好，可以叮叮叮叮叮这样，让江江也来我的房间，然后他唱的这样，别往上，这样我的房间。
真的，哎，就是今天这样，我忘了，但是他来了我的房间，好像晚上10点1点吧，喂喂喂喂，哎呀，真的他好好笑。那我说我想学习吉他，他可能对他来说有一点开心的感觉吧。哦，真的吗？算大家这样，那那这样，马上开始。是的。我们就期待你这个哦，学习的对过呀，程。自己买了吉他，我买了吉他，家人和一起看，然后家人推荐我，这是吉他好看呀，这样，对，然后我买了，嗯。突然想起自己买了什么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还有呢？为什么？嗯，吉他还有我的房间里有那个电子的吉，钉子。嗯，单吉，对，因为我想做音乐嘛，音乐 track，然后所以有这样的东西的话，比较容易可以。做音乐，然后我也想学习，然后我喜欢乐器，所以因为大家都很好奇你的房间，想让你做 room tour 之类的东西。对。是，对，好，那我们正好跟弹幕也互动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我们来给我们粉丝送一点小小的福利，正好也是你非常擅长的部分，就是我们下一个环节的挑战呢，是把表情包融入舞蹈之中。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表情包，我我会，也用，你也会用这个，嗯，这个，大家快快的截图。我会给你三段音乐，然后你可以自行的来匹配哪一张图用在哪个里面。我呀，什么？哎，小啊，那个视频的时候，啊，视频的 Vlog 的时候的，谁做的？嗯。哼哼，好，哎，所以现在我用那个这个动作可以是吗？对，就是用我会这给个你动三作，首音乐，然后你啊，可以每一选首音择，乐匹配一个，就把这个动作表情包融入你的舞蹈里面。我们先听第一首音乐，然后你想一下要选择哪一个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对，弹幕也在说这个也算是一种中国的熊猫头，也算是一种，就是刚刚那个表情包也属于一种熊猫。啊，哎，好，的变种，对不啊，对？对，他大家问这是你喜欢用它不的原可因爱吗？呀，不可爱，这个熊猫不可爱。熊猫人，来，我们先来听一下第一首音嗯，乐，好不好？好。觉得这个会比较适合用哪个表情包？没有，这个要考验你了。好，OK，先生，哎，来，音乐给我，好，来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太棒了，这个临场即是兴吗？处理，太棒吗？谢谢。就是正好完美的融入了这个动作。OK，弹还有幕在呢？说，没有想到你连手指都这么的灵活。是吗？可以，然后我们来听一下第二首歌，看看你要匹配哪一个。Can't wait.
哎，看是谁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完美融入。最后的歌。最后一首，你要选这个最难的表情。对啊。哦哦。对呀，对呀。今天的歌曲不是可爱的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乖哦，谁呀、啊？可爱，谁说可爱？今天已经不是可爱的了，因为之前上一次的时候，他们给你们选，给你选择了很多可爱的 BGM 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对，所以这次的 BGM 都已经是帅气的。好听好听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这个环节我们也非常顺利的，就是挑战成功了，非常的厉害，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和演练，就是真的是即兴第一时间创作出来的，所以非常的厉害。弹幕都在说太帅，帅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牛！自己去放，牛！好，咱们可以帅继续帅来。帅帅帅帅帅帅帅，牛！评论区现在已经开始了一轮夸。对，大家可以赶紧把那个问题再继续刷起来，不要还要沉浸在刚才的帅气里面，可能还没有出来再说。厉害，牛，哈哈哈哈，牛牛，帅帅帅帅帅帅，各位，各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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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帅帅，哼哼。就是漂亮，是是，弹幕有一些虎狼之词。好，你们吃饭了吗？还没吃饭吗？在吃饭吗？让我们三台也跟评论区多多互动一下，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全部都在评论区来打出来。你也可以问问他们，比如说他们下学的时候干什么对，呀，或者爱吃什么。现在吃什么？今天吃什么？有推荐我的好吃的东西吗？吃饭了，啊，已经吃饭了，是吗？现在马上8点，哦，烤肉。哇，牛肉干，牛排啊，牛排我也喜欢。哦，你们知道吗？牛排啊，牛排的减肥，只吃牛排，然后米饭回家，只吃牛排喝下了，每天每天是这样的减肥的方向，我也可以，可能 我也喜欢，但是那个牛排是没有那么那种很多油，没有那么油的，肉。哦，咖喱，喜欢啊！这是我放生一下，我非常喜欢咖喱，但是我不能吃铁锅一煎咖喱，有铁锅的话不能吃咖喱，吃咖喱的时候。我会吃咖喱的时候是没有 TL 的时候是可以吃的，但是我很喜欢。但是咖喱吃咖喱之后，我不能 TL 的时候，咖喱的怎么说味道味道是就会，这样感觉。对，真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呀，我也想知道。但是烧的时候也一直这样，但是我喜欢的，我喜欢吃咖喱，但就是是。吃咖喱不要运动就行了，是的，剧烈运动了可能就对会有对那个对味对，道反上来。真的，所以早上吃咖喱的话，一点不能运动，对，晚上也不能，原来如此，
饺子，嗯。就是。麻辣什么？麻辣烫，哦，麻辣烫，烫，嗯，麻辣烫，喜欢。嗯，啊，什么？泰，啊，那个，我喜欢Tom Yum 跟是吧？冬阴功，冬阴功是 Tom Yum 跟吗？哦，冬阴功，Tom Yum 跟我特别喜欢，特别喜欢，真的喜欢 Tom Yum 跟，是吧？啊。我忘了最近学过了泰语，是，还有萨迪卡，还有是，还有经常出现的一些语言范和迪标准。是晚安的意思是吗？范迪，嗯。还有哦，crepe 我喜欢，crepe 是怎么说那种？不知道，crepe，crepe 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吗？那种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crepe 的有里面有 banana 和加巧克力这样，草莓也有，parfait parfait 不是 parfait，那这样啊，你们知道吗？Parfait 啊，不是可丽饼，可就是丽外饼，面包着一个那个卷，嗯，一个那然后里个，面会有冰哎，淇淋，会有香蕉，对，可丽饼，我喜欢，哦，可丽饼，crepe，可丽哦，可丽饼，哦，还有人说是中国版的叫煎饼果子，啊，有吗？中国的煎饼果子是一样的原理，但它加的东西可能不一样。哦，里面什么？煎饼。煎饼。哦，煎饼，这是中国的可丽饼，会好吃吗？啊，去了吗？去过了吗？不知道，我忘了。哦，吃过了，他们知道了。这个，是的，不是甜的，味道啊，这个啊，是 grape，看起来差不多一样的，对，好，啊，羊肉，我喜欢哦，对，我喜欢，エビマヨ。エビマヨ怎么说呢？中文虾海鲜的虾和マヨネーズ是什么东西？蛋黄酱，虾的蛋黄酱的，特别好吃。我也可以做，你们想吃吗？特别好吃，是啊，嗯。想吃，哼哼哼，可以啊。哎，那我啊，拍这样吧，那个做饭的 vlog 也可以吧？我想最近想做饭。拍一些做饭的视频嗯是吗？嗯，那大家应该会非常的心动，可能会想要问你什么时候开店，然后他们可以点餐。啊，是吗？他们已经在评论区开可始以呀、点餐了。我的妈妈是非常好，我的妈妈。做饭特别好，每天早上3次做饭，所以他的做饭特别好吃。奶奶也很好，奶奶的做饭特别好。拉面也可以做，但是，嗯，皮蛋我不知道怎么做。
鸡蛋是一个中国比较传统的食物，就它是黑色的那个蛋。是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喜欢的。对，你是爱吃的，但是可能就做起来会很困难。对，怎么？我不知道怎么做。coloque 我可以哦。我啊，那我我的妈妈的 coloque 特别好吃。可乐比是 coloque， 可乐比好吃好吃。就是很容易啊，这样，然后一个一个你放，不用，哎，然后哎，お待ち、就是，哎，お待ちし、はい、お待ちし、当啊，谢谢当我的感觉吧，因为做饭的人是这样给你，然后打给你，然后你是。那这个一个小时这样吃的，所以はいお待ちし、谢谢当我这样意思。我们はいお待ち、はいお待ち。我们评论区的小伙伴就当做已经接到了你的这个爱心寿司。是是是是是。好，我们今天进入最后一个小小的游戏环节，然后因为刚刚也跟弹幕互动了很久嘛，然后最后玩一个游戏，然后你也可以继续的来跟弹幕进行一些最后的问答。然后我们这个环节呢规则很简单，它名字叫答非所问。就是你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回答的答案不能与之相关。就比如说我问你最爱吃的水果是什么，你不能说芒果，你要回答绿色或者什么你的名字之类的。我的名字？对，就是你回答的内容不能和我问的问题是一致的，而且这个字数必须是三个字以上。比如说呢，练习一下。好，我先给你一题，送你一题练习一下。就是规则我再说一下，就是一个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问你的内容，就是要答非所问。然后还有就是字数不能少于三个，还有就是答案中不能还有我字，你不能说我怎么样 OK。然后如果答错三次以上是要有小小惩罚的。我先来一题试一下。好好好。今天午饭吃了什么？所以我不能说汉堡包，是意思，对，这样意思啊，明白的。很好看。对，这样意思是吧？对，但是必须要三个字以上。OK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这个游戏的环节了，非常的紧张。我会问的很快，而且你思考的时间不能超过八秒钟，所以你要加油。好，好，准备开始。最喜欢的动物？想吃饭。可以，三个字就算你过吧。然后。下一个问题是最想去的城市。天气好。你真的只能回答三个字啊，在下面就不可以这样，要不然三个字就完全都能回答。是吧？好，今天天气怎么样？哇，那个红色的。你已经快练成三字真言了。喜欢喝奶茶吗？帅气的。对目前的发型满意吗？大熊猫。今天是周几？汉堡包。你真的是现在变成了只会三个字三个字讲话。今天有自拍吗？吃香菜。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戴帽子。今天的穿搭是怎么样？很好吃，不错，现在已经越来越进入状态了。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太厉害。还有最后一题。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穿衣服。聪明聪明。简单的挑战成功，简单，因为我不需要问你的问题吗？对，就是屏蔽我的问题，自己想就好了。大家说你已经变成三字经了，开始只说三个字，哈哈哈，很厉害，对，太棒了，很厉害。因为能都先听懂问题就非常厉害，说明赞多的中文真的进步非常的大。谢谢。
虽然我们挑战成功了，但是我们还是接受一下我们小小的惩罚，好不好？因为其实本来规则应该都是要3个字以上，但是就你说3个字，我们也都放水让你过了。对呀，就一个小小的惩罚，就是能不能给我们没问题。清唱一小段最近在听的歌曲？清唱一小段歌曲，最近在歌听的，啊？唱2句。最近没有新的中文的歌。日本的也可以吗？给我们清唱2句。因为最近我们准备自己的短的东西吧，所以没有新的歌。那我以前喜欢的歌吧。什么歌子啊？忘了。OK。声も顔も不器用なとこも全部嫌いじゃないの。哇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！哈哈，弹幕都在说太好听了，是吗？谢谢。都说你唱得非常好。我经常唱歌呀，好，我反最正，后正好也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嘛，我们可以再跟我们的评论区多互动互动，跟他们聊聊天，好不好？最后大家有什么问题，一定要赶紧在我们的评论区扣出来。可以啊。哦，寂寞先生，我忘了歌词。寂寞先生是那个啊，我可以无所谓的那个是吗？是的。我可无所谓。太高了，好，突然开始那么难的歌。我可以无所谓。眼泪，对吧？对，连中文歌曲都可以这么好的消化。嘿嘿，但最近有一点嗓子累的，每天唱歌，所以不好，现在不是那么好的状态，好听吗？谢谢。大家都可以说太棒了，唱得非常好听。对，我以前很喜欢去卡拉 OK，对，我和朋友是，大概那一几晚吧，这样的时候是，没有说去哪里，已经决定卡拉 OK，然后卡拉 OK 的时候决定去哪里，这样，很喜欢卡拉 OK。现在其实已经有更大的舞台可以取代卡拉 OK 了。是的，大家让你多喝水，可以保护一下嗓子。好，对，我想去卡拉 OK，我喜欢唱歌。Oh, love is over, yes。会做吧，我忘了哟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很久以前的，歌词什么？Love is over，泣くな男だろう。就是知道吗？就是我的妈妈爸爸很小的时候的歌，好像。所以去卡拉 OK 的时候，我和妈妈和爸爸是比赛，就是日本的卡拉 OK 哟。打分是的，所以我们比赛，我赢了。完了，歌词完了。好。
Yummy，Yummy 没有那么 Yummy，Yummy。忘了，好，还有呢？古梅啊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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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，是的，因为现在我的脑里有很多歌词，结束了啊。真是，对，我们时间很快，已哎经来到了8点钟。其实这个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。我们的评论区的观众朋友们都说非常的不舍，因为感觉跟你相处的时间都过得非常的快。是要不的，要最后再跟大家告别一下？最后什么？说什么呢？今天的天气啊，喂，我想挑战三个字，等一下哦。今天的，哈哈，这是 OK，今天的直播是结束了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下次见。耶好，耶耶耶耶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结束啦。拜拜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晚安，这个吗？晚安，喂，这个呢？还没学，安不到这个。就是。